这首诗歌，很奇妙。这个跟我今天晚上想要交通力一点的负担呐、啊，很相近。所以也许我这个负担是出于神的，至少是跟拣选这首诗歌的弟兄，大概是同样的负担。那这首诗歌分两节，你唱的时候你了解啊。这个两节头一节是说到神对我们的情形怎样，第二节说是我们来对于神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情形、啊、两个态度对象不一样，神对我们是怎样、我们对神是怎样。那、你在这里看到神对我们怎样，我们你信不信神啊是拣选了你，并且是在创世之前先选。神还没有造天造地不晓得多少亿年以前，没有造太阳没有造月亮，他就在他的预知先见里就认识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亿万的人还没有生下来，他就认识啊我们这些人，他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感谢主啊，创始之前就被拣选。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啊？信你举手啊。神为什么选你呀、啊、神为什么选你呀、啊、选你干嘛？那我的负担就是说，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要在宇宙里啊，他曾经有旧造，造了天，造了地，造了一切，但是神并不满意。对呀、啊，因为神的本事啊，他的一切的那个观点还不能借着新造完全彰显出来，他一定要另外有借着旧造啊得着新造。这个新造里面，他才能叫神心满意足。那这个新造在宇宙中，神自己就认为这是他的杰作，他的杰作，这个英文叫 masterpiece， 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他一生有很多著作，你问他谁是你的 masterpiece？啊、他要告诉你某一幅画某一本的这个书啊，是他的一生最能够表现他的特别的点，对，最叫他心满意足的、嗯、那个就叫做杰作。神为着要得着一个杰作啊，在宇宙中直到有事来彰显他来拣选我们这一帮人成为他杰作的材料，成为他杰作施恩的对象。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哦，他就选了千亿人的中间呢、啊、我们有什么凭的，有什么特别的、神竟然就最大特别的我们不懂得的那个神迹啊，就是神选了你了。你必须要相信我们是在创世之前神拣选的。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呢？他这里没有说成为 masterpiece， 这个杰作的成功啊，他要叫我们在他面前啊，在他爱里啊，成为圣别。什么叫圣别呢？宇宙里只有一位是圣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主以前，奇怪，他是中国古时候就一个人神圣不可侵犯，
神跟圣啊连在一起，只有一位神，所以只有这一位神是圣的。对，所以圣就是神，神就是圣。所以成为圣别啊，就是把你分别出来成为神。Amen。 那是不是他要把这个神一个不够，要做个千万的神呢？不是的，就是不光是跟他一样，并且成为跟他完全成为一个。Amen。 一个到一个地步啊，哦，新约告诉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就成为基督的扩大，就基督成了啊基督的那个团体的基督。Amen。 所以我们每一次擘饼啊，你要知道摆在那个桌子上那个饼是主耶稣肉身的身体，是个人的耶稣为我们舍了，但是我们把它吃到肚子里头了，啊，这个饼不见了，到哪去了？到我肚子里头。那肚子里头这帮人，你不能随便吃，你这一吃啊就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了。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对，所以这个饼啊不能吃了，一吃了你就是成了那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哎，我们合起来就变成团体的基督。对呀，所以那个圣别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才是新造里那个 masterpiece。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个？哦，这个不简单。那这一个，他说要在他爱里面，他完全是爱的故事了，是，也是在他面前他所做成的一件事，跟他是不能分开的。对，所以啊，这个就说了神对我们做的事，他的拣选就有个目标的，是，他不是随意乱搞一个什么，他是目标，那个太荣耀太神圣了。是，他说虽然那我们这个很泄气了，虽然我们虽然善变，哎，今天说阿利路亚我爱你，明天就是他另外看别的东西，所以口里不喊的心里就爱他了，爱那个东西了。我们是善变的，今天说主耶稣我这也把一生奉献给你，明天这位组织说那你就把十块钱奉献给我吧，你还不一定乐意了。是啊，我们尝试上面。对，但是呢神有怜悯和恩典，有怜悯啊，神有怜悯，神的怜悯这个是怎么样呢？怜悯呢就从爱里面出来的。对，没有爱就没有怜悯，啊，有爱他就有怜悯。是，这个怜悯意思是你不够格，你不行，你差劲，你糟糕，但是神因为爱你了，他怜悯你，就好像一个妈妈，他这个生了一个宝宝，这个宝宝他照顾得不好啊，或者是什么传染了，我就看见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孩子，这个皮肤啊非常的敏感啊，整个脸啊这个敏感啊变红的，一块一块，这个很难看啊。但是你说妈妈会不会讨厌他呢？妈妈说我的孩子你真可怜啊，你看你给他生得这么病啊，他就有怜悯啊，就因为他爱他，是他不怪他这个孩子，怪他还是我照顾不好啊，还是这是没有给你更好的一个照顾啊，是怎么样？是满了怜悯。哎，对。那么，并且啊，这个恩典啊，仍然眷恋啊，眷顾我们，眷恋那眷顾就是从上给下的。对啊，从高给低的，嗯，神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完全是一种的眷恋呐。所以呀，他说心轻心软，心爱心安，我要用我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应啊，
那么就照着你的心意，我心得坚固，对呀、啊，使我活你面前全然圣洁，得以完全，圣别了才完全了。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做好人就完全了，而不是做好事就完全了，你要成为神了，成为圣别了，满了神，跟神连在一起，完全是神充满你，神，这个流永留在你的外面，彰显在外面，那个时候你才是完全，神才心满意足，你才心满意足。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观景，我们不应该满意，说啊，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哇，来到科学园区，来一个大的公司里，做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部门的一个人员，哦，薪水啊多少多少，不要把这看得太了不起呀、啊。是。你要看见神的那个工作啊，是多了不起。所以呀、啊。当着我们在职的人，我们都在那里做职业，有的时候都不喜欢做这个，从九点到五点或者是几点，做什么？他愿意创业，我愿意创业。有许多人都想创业，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创业，他是可以随随便便的，我只要。九点到五点，我别的，我要一立一休，那个。如果那样，你顶多做那个啃老族就算了，你不要做创业了。创业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干，下班你还在那心里在那干呢。对呀、啊。没有一个做了，光想一想，你就创了业了。所以神在宇宙里要做这个 masterpiece， 它完全是一个创业，对，信不信是一个创业？是从来没有做过的。对对。所以呀、啊，要晓得我们今天某个人被带到一个情形里，在神看是宇宙里最大的一个事业。对。你看这个创业，他摆下多少的资源呢、啊？多少的资源？他。三亿的神里面，哦，他的子神要从这个宝座啊，要离开，成了这个人，来到地上人。哦，你们有人就到印度去啊？我很早，我都不想到印度去。为什么不想到印度？因为我怕吃那个咖喱。你看，光是一个咖喱我都不敢吃啊，我还去那个什么？做什么？是，但是神今天来到地上，哎呀，他愿意哦，生在马槽里，他在没有地方，世界上给他一个最藐视的一个态度，到了磕满了，所以就在什么篮子里头啊，在那里。哎呀，这个生产的孩子抱了，没有地方摆呀、啊，摆在马吃草的那个马槽里面。哦，这是生的，从宝座到马槽，你看这个创业来投入的那个情形是怎样？把他所有资源都摆进去，然后，哎呀，他就这个每一个人经过这个人性生活。那个人性生活是一个卑微的人性，做木匠的儿子，做了木匠，哦，到了后来钉了十字架。所以呀、啊，这个神，这个创这个业，那是出的代价太大了，太大。感谢赞美主，神就他的做梦里面啊，他的经纶，他的计划，他心里渴望的，他所愿意的。我们这个读成经圣言也天天就讲这一个，不晓得弟兄姊妹天天读天天读，有没有把这个读进去啊？没。所以因为神这一个，撒旦就是偏偏就捣蛋，好像啊，平常我们的啊民主政治有人是在野党，在野党到我们这里啊，
他变得反对党，对，反对党。哎，你反你做，我就是反你了，非要把你反倒不可。这个在宇宙中，谁有一个反对党了？他尽他力量要来捣乱。所以就在这一种的情况里，神呢，他要，他凭着他的智慧，凭着他的爱，凭着他的怜悯，凭着他宇宙里面那个整个的资源自己摆进来，做了一个提醒啊。以弗所三章告诉我们，他要叫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那个所有的受造的执政的掌权的啊，都要承认这一位神的智慧。Amen。承认说召会是神的智慧所成功的，他就心服口服啊，就认输了。这个是附带的功效，但是实在上就是因为神得着召会，就得着他真正心爱的一位。就像亚当看到这个得着这个夏娃，他也是出了代价了。他神造了亚当，亚当什么都好，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人呢独居不好。他是最尊贵的一个都单身汉呢、他独居不好，但是就找这个所有受造的人到了这里来，一看呢长颈鹿脖子太长，短一点再带一个猪来看，猪的太笨了。看一个尾巴太长也不行，没有尾巴也不行，看了没有一个跟他配的。那么就在那里，你以为是亚当是给叫他名字，是为了叫给他名字，其实给他名字就因为他在那里找他的配偶了。对了，找了，哎呀，这个不是了，这个是猪了。所以这猪就变了他的名称了。所以他就不了，就告诉他，只是找不到，他的这个配偶，所以没有办法要出代价了，要把自己分出去了，所以神就叫他，睡觉，所以有的医科的这个学生就说，人类啊，第一次麻醉学习，这个就是亚当了，他没有吃什么麻醉药，打这个麻醉药，他就沉睡了，就在这沉睡里啊，神拿出一根的骨头来，勒过来了，就用这一个来建造成为一个女人，就带到他的面前。那圣经说，亚当一看，他说啊，这一次就表示以前有好多次看的不是，这一次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做女人。这个女人呢、跟男人呢、她这个原文说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男性的，一个女性的音，不一样。对，所以在那里说，神说她要离开父母，离开天然的那个关系啊，二人就成为一个人，一个身体了。这个就神就开头啊，就他在做一个好像戏剧一样来表演给我们看，神在宇宙里要做什么。是，这个不是一个故事给我们撑伞，他实在神把他用他的心呢、和这个摆出来他的心愿，他为了这一个拣选我们，为了拣这个就爱我们，带领我们一生，这样怜悯我们，最终带我们成为完全成为他的一半的那个部分，成为他自己的部分，和他连成一个，这一个就是那个 masterpiece。 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的好啊。所以他这个第二节就说了我们呢，他说我们蒙召虽然年幼，却受吸引，愿在你面前前面就成为圣别。虽然我们年幼，
当然弟兄姊妹不是太年幼了，但是在神面前还算是年幼吧啊。他确实受吸引，被这一个意象呢吸引。我听说明天在这晨祷的弟兄姊妹邱弟兄还是谁要把这个12篇里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以西结意象的一章的意象那个重点把我们点一下。那一个都是意象，说到神要把我们做到什么地步。是啊，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些，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我们就受吸引了啊。虽然年幼，我们虽然年幼，确实受吸引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座要请问，我们说了我们对神的这一个该怎么样？第一个要受吸引，因着眼睛被他开启啊，受吸引，拣选这一个。对，哎，好像啊，我们中国人这个老旧的家庭。这个生的孩子好像是1周岁的时候，要来一个小个游戏一样，就把小孩带来，就在他边上放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个钢笔啊，一个钱呐、或者一个剃头刀啊，还是看这个小孩子，哎，你要抓什么？你要抓什么？他抓什么？哦，这个人将来一辈子拿剃头刀做理发匠的人。啊，拿钢笔将来可能将来做文学家。他是很年幼，但是到底是什么来吸引着他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虽然年幼，蒙恩至少蒙恩年数也不算是太久嘛，啊。但是我们愿意受主这个意象的启示，是我们真是受到吸引，这愿在你面前，我愿意在你面前成为圣别。是，那么来信心工作，有信心来陪你在那里工作，爱心的劳苦，并且盼望的忍耐，我们。在神面前呢，基督徒神的儿女最得着神称许的三个美德，一个信，一个爱，一个望。信是对于神所做的我们简单的相信，对于神的自己我们就是爱他啊，对于我们将来在这里神有什么带领我们前途怎样，无论怎样我对神都是满了盼望。所以有神我就不失望，更不绝望，我愿一生我选的这一个是没有错的。对啊，这个我们愿意被吸引，愿意这样的情形啊。那么他说这一个是我们属灵的特质，我每一个人属灵方面的特质应该这三方面都要有，那这一个圣徒啊就非常的健全啊。所以我主我灵我心我全人全然倾倒你前，竭力操练敬虔。敬虔就是把神活出来，对，敬虔就是活生活像神，不是像我，像神。怎么样像神呢？你圣别你就是像神啊，靠你宝血啊，使我屡败屡战。这个我们常常会失败，弟兄姊妹一定是会失败。如果你从来不失败，就因为你从来没有站起来，你躺在地上你永远不会死，等到你站起来过去就啪一下要失败，有的人家推你一下你就倒了，有的你自己没有看见脚绊一个石头你就跌倒，很多的情形叫你跌倒，但是呢，哎，你失败了，靠着宝血得罪主，发了脾气，撒了谎，来不及，有的时候你都来不及，嘴巴舌头一撞了就撒了一个谎，回去以后就懊悔了。好，怎么办？有宝血在洗净我们。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说我得救了2年了，我失败过150次，
跌倒过150次，这个是证明他太不行呢，还证明他还不错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两年你跌倒了150次，就证明啊你起来了149次。所以这么了150次啊，你又跌了，但是你再起来，你就啊就不管前面什么时候再跌倒151次，但是无论怎样你起来了50次了。Amen。所以啊，就怕你我只跌倒一次，但是跌倒一次到现在没有起来。感谢赞美主，是，感谢主，胜过肉体，全然圣别。我们这个肉体很难办的，啊，各种各样坏的情形都在我们的肉体里。前几天有一个在职的弟兄，给我打电话。这个也想不到他对我很有信任。他说我现在赚的钱不多，但是我哎呀，就是这我简直没办法，我钱赚的不多，但是我就是喜欢啊吃麻当劳，吃这个炸鸡，来一个这个这个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哇，吃了好舒服啊！有时候一次吃200多块，吃了一餐吃200，我还没有来吃，但200吃的也不是太多吧？啊，吃的多少钱？他说那下一次不要这样吃了，那过几天又去吃了，不吃好像浑身的不带劲。他说我怎么办呢？他问我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很软弱，对不对？连这么一个马达诺都胜不过。但是不要怕，哎，不要怕，要胜过肉体。啊，主的自己啊，有一天，啊，这个肉体要成为你手下的败将。感谢赞美主。所以啊，这首诗歌跟我这个负担不是很像吗？是，阿门。那现在啊，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整个从教会历史里面，这个神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工作，都是向着这一个目标来在那里往前。但是有一个反对者啊，他一直在教会人的身上来捣乱。从他头一天主耶稣要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他受尽，他愿意接受这个执事出来禁止的时候，撒旦就来试探他，他愿意出好大的价钱，你拜我一下，你就我这个把地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给你。撒旦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价钱要得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敬拜。你看为什么撒旦要得到这个敬拜呢？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来拜的，神不可能叫神敬拜他，但是那些像神的人，哎，向他拜下来呀，特别神的儿子向他拜下来，那就是他在他来说就是大力得胜了。对呀，但是这一个人，他这一个耶稣，他永远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撒旦。是退到他后边去吧。对。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教会建立起来，不断撒旦用各种的情形来败坏教会。因为他没办法这个败坏三一神呢，他要败坏教会，因为他知道神的工作、神的胜败、神的旨意的完成、神的荣耀都系在这一个功能呢，都系在这个教会身上，蒙恩的人身上，就好像呢，一个人呢，就跟那个发电厂，这个起了冲突了，这个火非常大，非要对付这个发电厂不可，非要破坏这个发电厂不可，但是呢，发电厂层层的保护他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
他就把在这里城市里头啊，每一个电器、每一个这个灯，都把它打破了，都把它把电器都把它搞烂了。那你这个电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到哪里发挥出来啊？他也就间接地得胜了，你知道吧？对。所以撒旦没有办法，击败神，他就击败神创造的那个教会。对、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历代啊，就神就一直遭到许多的情形，他叫教会啊变质了、变形了，到现在。嗯，那你到现在看的很多所谓的教会，那个完全情形啊，都变了，都完全变了。今天许多基督徒，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大这个了解，不了解啊，不觉得这个教会，变了，在许多的公会、基督教这个会那个会，那个甚至这个异端邪教通通出来，那个是对神是一个羞辱。是不是你？但明明神教会啊是他的身体，但是却把它分裂了。身体最怕是分裂，一个分裂了，那就完了，就生命就没有办法寄托的地方了。所以主就在那历代啊，就得着吸引他所这个吸引的人，叫他们起来，啊，从那个失败里面啊。突破、冲破一种的情形，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主的恢复，要把教会要回归到教会的正统的正常的光景里面。所以历代有这么一个一直有这样的历史，七个教会启示录啊，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形。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恢复可以说在亮光、在意象上到了非常完满的一个地步。嗯，这个意象真是清楚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西结这个第一章的意象，他就给我们看见以西结一章的意象，一章呢、啊、是圣经里最难的一章。对，历代没有人懂得。到底怎么回事？风云火，加上金银合金，哦，又是活物，又是变四个翅膀，啊，又是人狮牛鹰四面的脸不一样，哦，这个活物，怎么这个连起来这个翅膀，这个动的时候，哇，就大声呐、啊，哦，像这个大水的声音一样，哦，像军队的声音一样。他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又在他的脸旁，哇，有一个高而可畏的这个轮子啊！你到公会去找，问他们，找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你问他，他如果没有读过以西结异象，他根本答不出来的，是最难的了。但是连这个最难的异象都向我们解开了。那这些解开是怎样？都是为着我们在这末了的时代，最后，啊，几步路啊，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对，把这些意象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个生活工作情形啊，就像这个意象里所表达出来。所以神的呼召要我们成为活物，要我们从旁边啊，脸庞，我们的彰显的旁边有个高而可畏的这个轮子。神的行动在哪里要出去啊，这个前一些日子我们这个新竹的这个弟兄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他们一到了这个印度啊，那真是只有八天嘛，十天的路上去了两天是吧？对，是不是八天？对，这八天呢、啊、或者他就发现高而可畏的轮子，所以个个回来啊，哼，精神抖擞啊，满了喜乐。所以啊，神在这里需要得着厉害的人。什么时候人厉害的被神得着，神就能够借着神人啊做厉害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主要说是新北市的这个是新北市竹北还是你们的竹苗区的这些亲子，
我们应当布我们新竹的那些亲子啊，那个脚中啊，也不一定一定是到印度去了，就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对，啊，如果你真有这种的态度，真有一种这样和主这个连接到一起，所以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厉害的工作。我们的心一向着这一些，我们就认为别的东西不能干扰我们。你看看，你脱身的又被主兴起来，你看看那个那个李弟兄被主兴起来，一得救都是那样非常强的，把世界摆在一边，对，来爱主，来为着主。这个我从前有听过人告诉我，我没有找到一个缺证的，就是这个倪弟兄啊，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志向，他说我要将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没有达到这个缺失的生命，但按他的智慧啊，真是有。他的弟弟后来呢到英国留学，化学博士，后来他们不是搞个生化药厂吗？对，他也是在那里创办了，跟他弟弟一种创，但是有很多的新的药啊，他名字叫生化药厂，他新的药那个弟弟化学博士没有做出来，他做出来指示他叫他弟弟去做，这个是确实听到了，并且有人见证了，在那抗战的时候他已经懂得这个原子能了，那个时候根本美国发展那个原子能原子弹都还没有发展出来了，抗战的时候他就对这些都能够有这个了解。所以呀，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没有地方去，然后再找了信耶稣啊，做一个很可怜的这样的人呐、啊，不是这样，他们都是真是创业的精神，为着主啊，抛弃一切，愿意摆上去，让主的心意来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几位负责弟兄在那交通，说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弟兄们，我们这个年长的弟兄啊，这个都很有一个心愿，愿意这个兴起之秀啊，兴起来，我们那个把这个见证的棒啊，能够交给他们，他们都有一个感叹，就怎么我们这个我们愿意交，好像人家不大愿意接似的。有这种的感叹，弟兄姊妹，这一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棒到底是多宝贵，我们不够看的。对，这个不是神，人在这里要也接了一代过一代，好像有个教会在这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啊，主日来一个聚会了，或者是更多的有一点扩展了，这个就算是交棒了，或者就对得起主了，也不是这样。对，这个主要我们每一个，都要有一颗心智，愿意主这个恢复啊，最后的一棒的时候，的确是主快来了。你从世界的局势看，啊，从这个圣经里面看，那个末了的终极的那个情形啊，都是告诉我们终极这个日子很近。对，终极日子是很近。就在这一个时候，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一棒啊，需要非常厉害的人。对，这个摆上去，这个需要从神那里看见，从人那里看。他不行的，他搞他就弱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吃苦头啊，很容易吃苦头，会叫我们心里有傻气的。那这个，并且实在说，连这个不光年轻人，连年长的啊，你也不要那么容易啊，就把棒交出去。你说棒，我们一起抓了走，一起抓了跑。每一个人都不能放松啊！对呀，都不能放松。这个我以前也举过小例子，我们台湾特别台北那边，
我们花莲也有，你们新竹怎么样？这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它在绿灯底下都有一个小绿人，后面上面还加了这个时间，这个秒针呢、啊。哦，这平常的时候，这个小绿人他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是吧？啊，等到快到了六七秒的时候，感谢主，我就觉得我自己是那个六七秒的小绿人，是就是这样。我每天四点以前就起来，我要在神面前亲近神，我要吃喝主，我要这个释放我的灵，预备早晨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这个实在是主的恩力啊！我盼望我们年长年轻都有心，也不一定说哎呀一定成道就是一定得胜，这个也不要这个，这个用灵来亲近主、接触主、吃喝主，让主从我们身上出去，这个是实在的内涵。对，这个方式啊不一定。啊，不是说那些没有成道都没有希望了，如果这个是不够不对的，对不对啊？可能没有成道的人，他祷告主，他比我们更多，他不一定跟我们一样的。神那个灵的实际是要紧的，那个表现啊，个人不一样。但是照我们现在来说，以前没有成道以前，你要我们平常那么早起来是很难的。我们都想，哎，这怎么办呢？怎么呢？一天怎么有精神呢？但是你真做了，实在，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于安，也不是福气。我能出代价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神恩力。实在也是神的恩力，叫我们那个在这个新竹啊，而且这个这里竹北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成道，感谢赞美主，这个不过是一个例子就是了。我们大家啊，真是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实行，这个全在于主的吸引，主开我们的眼睛。对，这个情形有了，主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了。是，所以啊，这个路啊怎么来的呢？那这个第十篇。我们大家都读过了，这个吃啊，吃神的话是那个路。哎，我们那个跟上神的流，啊，达到神的心愿，没有别的，要吃他的话。我们大家刚读过，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印象。他先举以西结的例子，以后举使徒约翰的例子，那个书卷，啊，就是，神要以西结来吃，要这个约翰来吃，这个吃了以后，他说你就再为神来说话，所以你要说话以前，你先做一个吃话的人，哦，然后就说了主耶稣自己，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从神口里出来一切的话，那个这个话。原来生命记里面是 logos 是字面的话，等到主耶稣讲的时候，这个话他用这个 rhema 来说，是一个灵的话，是一个活的话。所以他是这样在那里静止的时候，他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要吃它，要吃它。如果在座弟兄姊妹一面受吸引，愿意跟随主，在主的面前蒙恩，在主的面前就对这个此生无愧，对我这活的一辈子这一生啊，不感觉惭愧，好像一事无成一样，你就感觉在神面前应付了神的需要，那你一定要学，你是做一个吃的人，把神的话会把它吃进来，等它吃进来了，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就把它的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你把这个学会了，天天在那施行，你就有力量来跟随神。不然的话，凭着自己一定失败。
光是饱学也不行的，他饱学了还要吃这个神的话，摸这个灵，要祷告主，要依靠主。那这一个是我这个我就稍微说一点了，怎么来吃这个神的话。是是啊、哦、我们不然呢吃吃吃啊、我怎么吃啊，我怎么吃啊，这个吃啊最简单，我们人吃饭有几个步骤啊，这个吃有三个步骤。对，第一个步骤把菜把饭啊，拿条羹拿筷子啊，摆在口里，摆在口里，这是第一步。你不要把它摆耳朵里，或者摆在口袋里，你也摆在你的口里，这是第一步。第二呢，你要咀嚼它，咀嚼它。本来你东西摆在口里，也就是感觉多一样东西啊。但是咀嚼了一下，哎，奇怪，这个菜饭里面的味道啊，就给你品尝到了。你就发现这个吃进去的东西是生机的东西，是有营养的东西，啊，是那个食物了。它不是土泥巴，也不是石头，所以你要咀嚼，把它弄，把它咀嚼细了。然后啊，第三步什么？啊，考你们，第三步什么？吃还要什么？啊，要吞进去啊！假如你吃着，噗就吐出来了。那个吃还没有完成呢，就把这个吃进去啊。所以，属灵的吃也就是这样，把这个，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来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那你读读看，本来读啊是客观的，在宇宙里也有神啊，也有人是世人，神爱世人，那是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啊，把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啊，你这样的。都懂了，你没有吃啊，那一句话它还是那一句话，跟你没有发生关系。你要咀嚼它，就用物理作用，化学你的唾液啊，在那里消化，加起来，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然后是神爱我们，神爱我，神爱我，那这一个就。把这个话引用到你自己的身上，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那里独生子赐给我，我这个时候就主观了。这样导读啊，含义里面就把它应用到你的身上，这个东西叫做消化，消化把里面的营养呢吸出来，营养味道吸出来了。就表示营养出来了。当然消化最开头的消化是口里就开始消化，对，但是真正的消化是到胃里到肠里来消化，它蠕动的时候胆汁就分泌出来了啊，小肠这个在那蠕动的时候它这个里面这个各种的这个消化液啊就在那里发生了这个作用了，就在那里把它里面的养分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这个就是神的话里面对我们那个宝贝的那个实际呀、啊，他的爱，他怎么样的对着我们，他怎样把他的这个儿子啊赐给我们，独生的儿子赐给我。啊，可以说神给我们的礼物最大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最大的爱，出于最大的爱而有的最大的恩赐礼物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怎样呢？我们就信他。啊，天上有一颗心是爱的，有一只手是，赐给我们独生的儿子。我们的心的地上呢，啊，有一个人是我。我的心是信的心，
啊，他是爱，我是信，而他的手赐给我，我的信是接受，接受他，因为信我就接受他的礼物。那这一来了，就发生一个果效出来，我不致灭亡，消极的没有了，积极的我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是得到神他的自己里面那个素质被我们得着，那就是圣别了。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消化，这个是很重要，没有消化，光客观就不能成为主观。对呀、啊，哎，那这个人的负责就负责了吃跟消化，最三第三步啊，这个吸收啊，你不必负责了，它已经消化了，到血轮去了。血轮去了，就血就分配到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它就哪里一个细胞需要什么，它就供应到那里。没问。哎，它这个里面就有铁质，它就输送到肝里面，叫肝的得着营养。对。里头有什么脂肪，它要就分布了那个这个到那个需要脂肪的地方。每一个它这个消化就在那里，这个吸收的时候就同时新旧的新陈代谢的作用就发生了。哎呗，什么叫新旧呢？新的来旧的就去，新的不来旧的很难，那就光旧的去新的不来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人的消在这里吸收的时候，它那个新陈代谢就是说明神叫我们属灵的进步长进了，就是一面你圣别，一面呢我把一切凡俗的东西啊，那奇妙就排除了。对，就排除了。有的人喜欢看小说，有的人喜欢看电影，那你要戒很难的，很难的。对，但是呢你多吃一下多喝一下啊，这个新的来以后，哎，奇妙啊，他这个东西就出去了。嗯，慢慢他就不喜欢这个，不想这一个了。所以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不好做的，那个光是这一个用他的力量、意志来做，那个果效很不够，不光做不来，并且就做来也没有多少的价值。就是这个新陈的代谢，他心里来就把旧的顶走了，不知不觉他这个人呢，无论在父母跟前，无论在妻子儿女跟前，朋同学亲，这个人家都觉得这个得救以后，哎，奇怪，他就是不一样了。是，哎，所以啊，这一个吃这个神的话，得着神的自己，这一个是神经轮里面那个事情的那个唯一的路，唯一的路。唯一的路。我们如果大家在座每一位都做一个疯狂吃基督的人，疯狂吃神的话的人，天天把神的话吃得够，又够又多又宝贝。哦，不要两个月啊，你们这里呀、啊。心里无水剑来了。没问，感谢主父，要不要这么干啊？好啊，没问。我愿意啊，过了两个月我也打电话回来，就问谁啊，问董弟兄还是问林弟兄啊，说你们在这里分款了没有。没问。你信不信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一百多位，哇，教会要翻一个够了。好好的吃，好好的想消化，这个吸收主就负责了。那我们新陈代谢，我们生命就长进，我们的属灵观就变化，哎，又长大又变化。就不一样，教会也要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就盼望这个第十篇呢、啊，我跟那个花莲弟兄姊妹，
这个交通，我就是我说我花莲教会，我们老师说从神眼光来看，今天残疾会里十分之二能够吃啊就不错了，有的都是马马虎虎吃了一下就算了，有的就毒了，没有吃，没有吃，但还有的还没有摆在口里，都是摆在头脑里。像这个小牌聚会，有的弟兄姊妹读了以后一看，他说这一个这什么叫做创世之前是怎么，他马上就发问题了，这个发问题就证明他摆在头脑里，没有摆在口里，口里就是摆在灵里。哎，有的来过来，哎呀，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这个进度，这个要这一天要把它读完，你为了顾了进度了，结果啊没有顾到吃，对，这还是不够。哎喂，吃是一切，如果这个诚信你能把它吃饱了，也许你再读两个字够了，够，对，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吃基督，吃神的话，生命长地啊，神的成分增加，那当然你要真正在那吃也一定不止吃两个字嘛，是不是啊？但是你不要把重点把这个注重啊摆在那一些东西里面，每一个都能够报告说这个，哎，我今天我吃到了，或者啊我今天吃饱了，哎我今天没有吃到，大家小牌里，而且是这个活力牌，大家彼此督促，彼此追求，彼此来做这个东西啊，一同在主的面前啊，在这里，假如是都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也真正要往上去。对，求主施恩呐、啊。那我想我就讲的这一个也差不多可以哦。如果这样，我就不需要来了，对不对呀、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要跟你们比赛啊，我回家我一样要吃啊。阿门。虽然年幼，却说心愿在你前成为身边，信心工作。